为着营销台南东山生产的咖啡，东山窟窿街对着102年来办理着精品咖啡评鉴，到今年开始首次办理着媒合活动，期盼促进产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互相加价咖啡业者来深入了解东山地区的咖啡，并且将东山咖啡推广到在国际上。台南东山的地质非常适合咖啡的生长，这几年东山咖啡也越来越有名，因此东山农会透过评鉴首次办理媒合活动，经过评鉴高达80分以上的咖啡豆啊，拢总有25个，农会嘛伫27号邀请咖啡农友甲买家到现场进行试饮，并购买家己喜欢的咖啡豆啊。今天哈是我们东山区农会第一次举办精品咖啡的媒合会。感謝我們全國業者都踴躍來參加，希望借到這個活動可以讓我們的國內業者以及我們的咖啡的喜好者可以更加了解我們東山咖啡的品質和水準，也希望他們可以找到他們喜愛理想的東山咖啡啦。那今天我們第一名，我們評鑑第一名的咖啡豆呢是以拍賣方式競標，那其餘的會以得獎的名次来做定价。东山农会办理咖啡产业活动，政府单位嘛积极提供协助以外，目前市府嘛正在规划东山咖啡园区，将会打造全国第一个以咖啡为主的休闲园区。那在东山地区，农业局也在推动一个那个东山休闲农业园区，希望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咖啡为主题的一个休闲园区。这摆媒合活动嘛，吸引足侪买家来到现场进行试饮选购。这个咖啡豆啊，拢是来自东山，差别伫无同的品种，也是烘的方式。透过媒合会，让买家拢有当买到上优质的咖啡豆啊。其实我会来参加，其实我原本是农业的，然后我后来开了咖啡店。那其实我就蛮支持台湾在地的农产品。那其实能把台湾的咖啡一直越来越好，那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业者想要支持的部分。这几年，个人对咖啡的需求愈来愈高，东山咖啡嘛，愈人愈侪人知影。透过农会举办媒合会，会当让更加侪人品尝到东山咖啡的美味，并拓展国内通路，搁将东山咖啡推向全世界。记者张惠国，北宜东山区采访报道。